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菜？你会不会觉得你表现出来的非常的菜，很捞，你连白银都打不过，你可能只有青铜。那你看我现在在超神给你看啊。可以，今天我在氧气点了一个小姐姐陪我一起打游戏，你水平怎么样啊？你们这陪玩应该水平都可以的吧？我实不相瞒，有一点菜。有一点菜吗？是的。我水平可以，我能带你赢，好吧？白银、黄金，可以吧？那太好了。嗯，你只要陪我玩游戏就行了。你不要骂我就行了，我比较……那不会，那不会，我不会骂人，嗯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骂你的。你打中路和上路，你别选补位，你打中路和上路，我打野。上路。啊，你怕坑？也行。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打野，你放心好了啊，我会一直帮你抓的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照片啊？你这有。有。哦，我到你这个空间看一下。发不了照片。哎，你也行，但是你空间好像只有一个男人在嗑瓜子，那个、你看到了吗？那个是歌单，那不是嗑瓜子。哦，你能上传一下吗？我让这个小姐姐再上传照片啊，我们看一看。哦，有了。好了。哦。哎，我只看到了一张，好像他可能有一些图片在审核啊。 cos 的是蓝精灵的吗？不是啊，这不是吗？你不玩手游吗？这是手游的。哦，我以为是蓝精灵，我搞不清楚。瑶妹，哦，看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放心，打不好有我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号的，我怎么这个号没有英雄啊？这么一点英雄，我还是打野，行吧？哎，我这号没英雄，鼠妹。那我去打野吧。没事没事，我什么英雄都可以打野。问一下其他路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就选一个鳄鱼打野吧，好吧？放心，我全程帮你抓啊。没事，你不用帮我抓，你发育就行，我会拱住。啊，这样吗？那不行呀，我肯定要这个保护妹子的呀。那找机会，你不要害怕。好的。好，看到照片了，三张照片。这张挡住了。可以啊，放心啊，我打野很厉害的，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。我不太了解，虽然第一次跟你打游戏，但我相信你应该很强。我打野很厉害，很猛，好吧？我给你个数据，你就知道了。那这把就交给你 C 了。啊，那肯定 C 是肯定 C 的。我 S 一到 S 六都是王者，知道吧？强啊！对。那我现在呢没有怎么冲锋了，但我依然有王者的水平，知道吧？只是我现在没有王者的号了，明白吧？明白。你不会以为我在吹牛吧？我真的，我讲真的。我没有以为你在吹牛。我讲是真的，真的，不开玩笑。我二级就来帮你一波啊。你二级也太早了吧？我没有二级怎么办？我会。我这号啊，主要没有英雄，随便选一个。要不等会找借个号？我这个对我来说无所谓，我什么英雄打野都行。我打完红就来啊，你可以适当的把线往回这个控一下。了解。然后呢，他有护盾，啊，对面的卡牌是有护盾的，要注意啊。先打这个。好，他插了个眼，你这个时候你要告诉我，知道吧？了解。他刚才去草丛插了眼，对吧？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解。
这样我就可以绕他眼位了。对面的打野。不是，我说的是对面的卡牌。哦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没看到。那这就很尴尬了。哎，你看我是不是很看到很细节啊？非常细。你注意看一下我的位置啊，我已经绕后了。好，你往前上吧，来，他必定被我咬住。好，甩歪了，没关系，我在咬住。哎，这个人头给你，好吧？不要不要，他有盾，你拿吧。好，好，好。这就很 nice。哎，本来想让给你的。没事，无所谓，我不需要啊。我去别的路混人头啊，我来中抓这个人头都给你，好吧？我已经抓到两个人了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很强。我说天赋。对面有点猛。对面的打野可能有点猛，有点肥，有点肥。嗯，不过没关系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吧。强还是强了呀？没见过鳄鱼打野。没见过鳄鱼打野啊？我也没见过。我也是第一次玩鳄鱼打野，但是我原来上王者都是用打野位置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平时用什么英雄？我什么英雄都用，我被称为英雄海。我不是英雄池，是英雄海，我都玩。他好像来，你上来来可以帮一波，我们三打二，这个卡牌死了，咬住他。好，人头给你吃，没让了，这个人头，好，又拿了一个，可以，这个是，你这个火男放的还是可以的呀，来，往我这跑来，好，咬住，哎，还是晚了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帮你复仇，我帮你复仇，他加血了，没关系，他加血他跑不了，我就跟着他后面走。他有闪，他闪现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嗯，哇，他有点肥啊。算了，不抓了。中一下你吃，我可以吃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嗯，我打野很有规矩，只吃野，对，不吃兵，只打野怪，从不张兵。没事，这不叫张，这叫资源共享。好，可以。我被发现了，来，这样，你走吧。这波啊，我们强杀。哎，哎，他不走。好，算了，我逼他一个闪现。没机会了。我这波强换他闪现的，你可以。我回去了。好像你血量有点少啊，你回家一波，我帮你守一波线。可以。看我怎么单杀他啊！他几乎满血，看好了。看他几乎满血，我是怎么单杀他的？他已经没有闪现了。没事。你看啊，他来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其实在你后面。没事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我都看到了。来，我们去找他一下。查过了吧？我来，我来。很有可能。你等会儿，他中路开大，中路开大。我知道，好，他上当了，他上当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把哇，这个头是我的吧？你吃。我们把这个，我可能有点危险。那你先打野。算了算了。完了，中路去下路干可以。你发育吧，赶快。好，快来。你等我 CD 技能。快来。技能还有技能。快来，快，正好。他打的很好，好，这个大放的有点东西啊，我把他，好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我走了，我知道，我走了，哎，峡谷我收了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我血量控制很好吧？这个打野非常 nice， 强在哪儿？节奏掌控特别好，节奏掌控行，知道你很会带玩，可以，嗯。
你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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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往我这，往我这，好好，你撤吧，你撤，你别死了，你别死了。好，你可以看情况给个大啊，来。了解。好，我把它咬住了，你赶快撤。啊，它直接，它应该烧死了。它有金身。我很气。啊，没想到，这一波非常的难受。这一波我们配合的不是很好，但你打的没问题。是。嗯，他有个秒表。你也没问题。我也没问题。主要还是寸气出在对面。对，主要还是我们配合有点问题。你生气吗？我不会生气，你放心。那就好。别的老板现在已经开始骂我了。是吧？啊，我不会。是的。因为我知道我能翻盘。那你、你心态还特别好呀。对，我心态非常好，我不会因为劣势而暴躁。好，你放心。那就行。好、你可以看一看我的位置啊，我们来配合一波。好，来上。要不是他小心路咬住了。好，能不能算了，给不了。他兵线带着带过去了，所以他有闪现，放他一马。他的队友应该快到了吧？放了，撤吧。哎，他们，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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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。你这位置好危险。没关系，我撤了。哇，这个剑圣闪现上来了！哦，剑圣来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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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他跑不了了。OK。我有点危险。好。可以啊，这个回血。是的。杀他。可以，这波我处理的很细节吧？非常好。哎，我这个回头很棒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受到我的水平了？你的水平肯定比我强。先撤，先撤，我们少一个人，他们现在有点猛。你上单不能。哎，我们好像打不过啊，好像打不过，他们的阵容有点猛。现在没有 TP。这个还伤害有点高，哎，就杀这个，先打他一点血。哎，他怎么把招都给我了？好，我没血了，看你们的。完了，没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全部死完了。上单他不跟我们打团。没关系，让一条龙。我们还是发育吧，对面装备太好了。团战打不过，这边给我们三个头，对，要苟一下。哇，他们这个阵容也很厉害，主要是，伤害很高，控制。对面没有，对，一个 AP， 这个很难打，相当难打。你是我们靠呀？靠我的话，可能有点不太靠谱。这个可以考虑一下，中路要他有个盾，你要把他打掉，你可能扣一瞬间还是扣不住。好，剑圣来啦，控住他呀。完了，伤害有点高，刚才控住他但是没有人打。 Shut down。这波队友好像不太给力呀、完了，一换五，血亏，非常的亏。我们好像要输了，好像来不及。
哇，剑圣又来了，抓他抓他，包他，我来了，你杀他了，能不能杀我的少女呢？啊，起来了，哇，这一把，我觉得这个剑圣啊，我觉得这把好像有点难了，翻不了盘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个阵容啊问题很大，这阵容不太好。嗯，对，阵容可能扣有点多，装备也很好。下路崩了应该是，对，然后但你这把火男打得蛮好的。我平时的火男是一杠一杠十级，快走！打他打他打他！这剑圣还没死。快 ！Nice。我现在出肉还有救吗？好像没得救了。把重点乱，GG。哎呀，这把我这个号啊没有英雄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嗯，不过你火男打的不错，你这把打的很好。我这把打得很好吗？好的好的，我觉得你这把火男打的也不错啊，打的也不错。这，哎，输了没关系，但我们配合的。还行啊，我们打得不错。嗯，那个这位妹子是氧气，惜败啊，氧气的这个陪玩。嗯，然后右上角看到这个 ID 了没有？嗯，就是鼠妹啊，看一下她的空间什么好，可以惜败惜败，行，那我们等会再耍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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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等会再耍，等会再耍。怎么商业互吹？怎么讲？还好吧？我觉得这把我跟这个妹子的发挥还行吧，是吧？啊，还行，嗯。氧气陪玩 APP 啊，还不错，我。最近在玩这个，用这个陪玩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嗯，